分别胜了巴拉圭、美国和韩国，进入了半决赛，进入了决赛。把这个说出。15号，克莱伯森的三分球被卡恩没收了。卡恩呢，在梅斯尔德是1.93米，打到外围，射门。门前全是人啊，这个球被巴西队的一条腿挡住了。对，这个套路并不是很多，看来很简单，但是呢，由于他这个练得很熟啊，尤其他边路传中这一下啊，脚法非常好，所以防守起来呢，确实也是很困难。哎，这传球失误，是吧？盖洛森断球射门，盖洛森，这个球对卡恩来说呢，只是一次小小的热身。对，估计双方啊，可能都会比较小心。嗯。边路，哦，有危险啊！危险，危险！这个守门员和后卫啊，四次犯规，一张黄牌。巴西队呢是一次射门，一次角球，四次犯规，一张黄牌。控球时间，德国队占了58%，巴西队只有42%。好的，哎呀！罗纳尔多这个球接到小罗纳尔多的妙传，面对卡恩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不是害怕了一下。他想啊，传这个谁啊？他这个耳朵。当然，他这个整体呢，他也是有他的实力依据。因为他中路有高度，所以他就啊，主打边路，我而且还踢。再给，没越位，射门！哎呀，罗纳尔多两次接的机会啊，两次接小罗纳尔多的妙传都没有能够得分。哎，不过从上半场现在的情况来看呢，德国队的步调掌握的比较好。对，六号接的梅斯，这是德国队第一脚射门。哎，这个球，哎呦，杰尔伯特射门！哎呀，这是克莱伯森啊，是克莱伯森吧？到了左路了。哎，罗纳尔多拉出来接应，里瓦尔多，里瓦尔多晃了一下，又给到左路小罗纳尔多，他的外侧是罗伯特卡洛斯在包抄，让过来射门，哎呀，打到梁上，打到梁上，又是克莱伯森，这下球啊打得非常清楚啊，一看卡恩站位啊，往前马上，卢西奥给，没转过去。卡洛斯协商团的转移，卡普打回来，卢西奥，哎呦，好，卢西奥居然在进角球，哎，前点比较低，被杰里梅斯顶了出来，巴西队在组织进攻，卡普协商团到左路，小罗纳尔多给卡洛斯，卡洛斯射门，往门前打，哎呦，打门，打门，球打出来了，出来。罗纳尔多再一次面对卡恩，但这次还是，好，这个时候上半场比赛结束了，上半场的双方踢成了0-0。这边角球是7号诺伊威尔来踢，头球攻门，哎呦，这个球是打在了谁挡住？后卫的里瓦尔多呀。对，还是传博德那个位置，哈曼走开了，诺伊维尔，打门，打在立柱上，立柱上，好像守门员碰了一下，好像守门员碰到了，要不碰的话，这个球就进了，危险，这条球，胡越位，罗纳尔多。小球，2号林克今天多次一对一防守啊，这踢他，哎，一波马上就能传中，幸亏林克比较，幸亏头球攻门，哎呦，啊，再一球啊，又被卡恩扑了出来，然后再补射的时候捅偏来，施耐德的这个停球啊，控球技术是德国队的比较细的，对。
正好弗林斯一脚外围的射门没有压住。他们射门，哦，绝好的机会啊！巴西现在啊，这个中路的防守啊，五号埃德米尔森，里奥尔多。啊、想抢起来这个球过人，过来起来过人，这个球我们看是哈曼手球了，库里纳放了一个任意球，这个位置对巴西来说太难得了啊！哎，德国这个人墙比较高，这很难打。罗纳尔多打了，打在人墙的头顶上。德国队这个人墙啊，已经几次好像显得比较笨重啊。但今天的这方面做的还是不错。好球，好的，这个我已经打得太了，很险、哎、罗纳尔多里瓦尔多两点包抄，包上果断的挑过去，这边队员已经在跑位了，里瓦尔多晃想把他晃开，但是这个谁不吃晃，拉米劳不吃晃，十九号施耐德传进去，这脚球啊，弄一个样吧，哎，罗纳尔多，没过到今天过不去啊，对，抢了哈曼的脚下球，哎、给里瓦尔多，里瓦尔多射门，哎，五射门进了，罗纳尔多打进了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，巴西队1-0领先。罗纳尔多这个启动啊，非常的轻。嗯，这里梅斯机会射门。哦，哎呦，这个球打了后卫的腿，后卫碰了一下。变线，哎，要球要传得快，哎，传到他不在的那个地方。哎呦，卡布，那卡布拼命往上套，打到中间，漏了一下，射门。德国队员简直不知道球怎么会过去，是里瓦尔多在中间漏了一下，故意一漏，在上届世界杯的决赛中。